大家好，我哋又见面喎，你一见我就发啦。咁咧，今次咧，我喺士杯度咧系非常嘅好管嘅时间。咁咧，首先咧，我哋嚟到呢处咧主人家屋企咧，大家睇唔睇到一个祖先牌咧？其实好多人屋企都有安祖先。其实一好多视频我又拍过，同大家分享祖先嘅好与坏，同埋点样拜祖先会令到自己甚至乎子孙咧风生水起。顺风顺水啊，身体健康呢样嘢系好重要嘅。咁当然咧，我哋讲咧，行行出状元，有边个老人家父母亲唔希望自己嘅仔女成才啊？全部都系希望佢长大咗可以为社会做啲事，或者系帮自己嘅生意巩固佢嘅势力，做好佢嘅大生意。每个人都系有咁样谂，做工又还做工。希望得到上司的认同和赞赏，而步步高升，风生水起，都会有工作顺利，贵人多，人缘多，和健康好，和银子多，这样东西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这个事主呢，主人家呢就将个祖先牌，拜了多少年了，这个祖先牌大概有十年了，已经拜了十年了，拜了十年，因为点解到今日阿靓仔咧做嚟做去，唔系搵唔到钱，钱系搵到，就一味出。第二嚟讲咧，就做嘢就半天吊，时常咧半天吊，半天吊做来做事，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，很矛盾，好矛盾啊！所以如果要点样好咧，你哋要记得祖先牌最好唔爱咁样嚟吊法。你咁样挂咧，咁样吊上嚟嚟讲咧，系半天吊，而且佢个位咧，佢系冇落神台位嘅，冇坐位嘅，冇坐咗，冇坐落呢个地，呢个张台呢度嘅。咁样因为我哋而家嘅咧，全部咧都有个牌面啦，咁样安法系唔一样。咁样有啲人咧，佢就宁愿安直，其实有好多人都有讲究噶，安呢个地主牌又好啦，安呢个做君又好啦，做君牌啦，拿督牌又好啊。甚至乎呢個祖先牌都好，一定要打斜安多少嘅，比有靠山嘅意思。所以大家學到啦，咁你黐到實實，好似而家咁樣直直咧，做四一世都係得個吉。所以你唔想咧做四一得啊，佢得吉嚟講咧，你又唔好掉到半天掉喎。勤力嘅嚟講咧，係勤力喎，錢係揾到啊，都係做你做得個吉。十年二十年如一日，冇咩變動。钱不是找不到，找到不够人多，你一定要多过人哋嘅。人哋点解？人哋好似话斋嗰日我帮人哋睇喺呢个坐科嗰只人士啊，应该系坐科，应该唔知把刀把黑啦吓啊，六个月头出新车去，冇意思啊！我唔知揾到嗰个咩冇先啊，嗰、那个相嗰、那个咩？因为佢要换，佢要卖车，佢嘅细佬。说师傅你来了我的家啊，我六个月之后我的弟弟他就买车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完都没信了，找不到我都帮你不到。来他的车寄了来这里，来他给我看相，他要揀车，他要揀车，等一下先啊。来他要揀这趟车，来有白色，有银色，有红色啊，他叫我揀。跟住咧，我再睇下先，唔好意思啊。跟住咧，我睇睇去讲咩先啊。不好意思，师傅刚刚才进钱给你，你签一下哦。那天很开心，有得到师傅的护品，还有师傅的加持。现场真的好多好多人哦，师傅真的比明星还要红哦。Sorry， 唔系呢个。等先啊，很开心有拿到师傅给。对咯，师傅真的很夸张，多人嘞，那天比演唱会还要多人哦，吓到我一下。真的比演唱会多一多，真的。去嗰日去就系即我唔知边一条信息。然后他搬新店的话，还需要挂师傅的那个红布吗？唔好意思啊，我真系我要搵。等先，唔好意思。因为我冇接上嚟。好的，那麻烦师傅帮我看。等下先，真系唔好意思啊。
然后麻烦师父给我户口哦。讲信啊。师父你好啊，我弟弟要买车，想请问如果请师父帮忙看车牌号码跟颜色的话，但还有好多，要多少钱呢？好多信息我唔知边个打边个。谢谢师父，师父。我唔知边一条信息个。明天如果有机会见到师父。哎呀，我唔知啊，太多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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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唔知边条信息。佢讲一嚟咗啊，佢嘅屋企咧就咩啦？师傅，我弟弟要买的是很大 CDV 的咯，得麻烦师傅帮我看，他适合什么车牌跟颜色哈？谢谢您。因为咧，我帮佢睇咗咧，差唔多有半年啦，而家佢就卖车咗，但系我唔知边条信息，唔好意思。所以讲咧，我帮到人哋系一件好事。帮到你哋又是一件好事，你哋明白冇？睇下先啦。师傅，到时候不给。因为我唔知边条打边条。到时候买。那星期六师傅。啊，搵唔翻啦！个信息太多咗，所以讲咧，我哋帮你哋做嘢咧，最紧要咧个祖先牌咧，祖先要话一定系坐位，佢坐得啱嘅嚟讲咧，你子孙就容易揾食。所以记得啊，唔好半天吊啦。如果你半天吊嚟讲咧，子孙做嘢咧就半天吊。有啲人咧咁样挂字咧嚟讲咧，有啲系捞到风生水起，因为佢系命好。但系我哋未必个个人嘅命都咁好嘅，所以安喺呢个祖先嚟讲咧，就要睇人嘅。通常我哋爱人哋咧，我哋帮人哋安祖先都好啊。要人哋即是话斋咧，人哋容易揾到食。你容易揾到食，人哋肯定揾你噶啦。就好似讲你买我个福品，你请我睇风水，点解咁多人都买屋又买楼买地又买田？点解又买车？点解？人哋一定系揾你嘅。所以首先我哋做个风水俾你咧，就讲你要揾到钱。所以尤其是中标咧，真系奇奇，你一开呢个我嘅 fans group， 个个中标嘅，一个人中三四条标嘅，真系希望你都会更加中到个标，卖车卖楼。如果冇咧，就做生意赚翻你嘅钱卖车卖楼，甚至乎你自己做工又赚翻嘅钱嚟卖车卖楼，最紧要正能量啫。所以记得啦，唔好咁样半天吊啦。如果唔系啊，子孙啊，全部啊或者仔女都好啊，读书都系唔顶唔吊噶。一啲人就係咁樣樣啊！如果十個兄弟裏面或者四個兄弟裏面嚟講咧，就可能有一個揾到錢，四個咧就硬俾捱嘅，都會有咁樣嘅事嘅。所以記得啦，祖先牌要小心啊，留意。有啲人可以咁樣，有啲人係唔可以咁樣嘅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拜拜，下次有再見，拜拜拜拜。